需要这三个人，大概已经可以，已经可以那个了吧？那个征服世界，太厉害！然后下星期又有新游戏，梦妮应该不会延期。你说要变人吗？那应该是不会延期吧？我很期待那个、欸。Let's do this。变人，变人，变人的时候可能会想要连续的直播，尽快把它玩完。我觉得还蛮。一次玩应该还蛮不错的，剧情连贯下去。哦，重击！哦，哎呦，啪啪啪啪啪！补给品撑得到吗？那我忽略掉，我忽略掉那个水，药水的问题了。这过去会怎么样？写一下，还可以全身而退，哈哈哈！这样不要重打吧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
没有，他只是刹车车，还好没有叫我冲啊。这个是不是要跳过？这是不是可以踩的？这是可以踩的。有一扇门，我觉得可以去开它来看看。后面捡捡那些草。补给。来得好。实在是很缺。这边没有东西。这感觉应该是大型机械进。这是我们去哪里？连山上的，那我都开了。觉得到时候出去可能会从这边直冲了出去。我已经开车。这机器在干嘛？是他们在喷冰冷却岩浆吗？它戳到岩浆里面，然后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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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神秘，阻止火山爆发的厂房。哦，电铸厂大门，这个熟悉的东西。哎呀！启动防御。More machines. Make ready. 这个是雷霆鸭，手摸化雷霆鸭。DLC 的难度比较高，然后我要是开最高难度，More machines， 怎么会这么大的空间？说那个，说那个门是要给雷霆鸭进来。
好险！是我的人团发射器。还有一颗。好像躲过。
伤害他。 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